准备好跳一下吗？请我
牙膏激光，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我们的歌里面比较鲜为人知的一首，对啊，就是在那个串流排行榜垫底的那一首，但我们自己蛮喜欢的，就是大家如果听完喜欢的话，也是可以帮我们把它救起来，对，把它救起来，大家都赶快。 Thank you.
宜兴，谢谢。来一首我们去年年底发的专辑里面的歌。
什么是流行音乐？什么是另类音乐？什么是摇滚音乐？什么是流行音乐中心？从中心点等距的所有的点就是圆，所以，等距的流行音乐中心等距放射出来的所有的点呢，就叫做流行圈。所以，我相信整个地球都在流行圈里面。中心就是台北跟高雄，让我们一起为这个流行圈欢呼吧。人生的起起伏伏，亲像一出戏，人讲是命运来创。等一下，我要求，我邀请大家一起跳。哇！要一起跳。一、二、三。看一下。谢谢，我们是百合花。